係啊，好開心，希望可以出席多啲，因為自己其實咧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時裝嘅，好中意 fashion 嘅，咁好希望可以多啲機會出席誒呢啲 event 啦。今次今日亦都好多謝 Versace 俾呢個機會我，好靚啊啲衫。因為之前因為好少有啲短袖啊，夏天。大家都成日話我哋冇夏天啊嘛，好想我哋著多啲，咁先俾個驚喜大家啊嘛。係啊，因為我好中意，即係當然今次 collection 有好多好鮮豔嘅顏色啦。咁我但係一睇就覺得呢個好合自己口味，即係好似平時自己著嘅衫咁咯。即係可能係 monotone 啲嘅，但係有好多 detail 喺入邊嘅咁樣。多謝大家俾面啦。短褲其實我 OK 噶，我以前打排球嗰啲短褲短到大家想像唔到，所以其實短褲係啊，嗰啲熱褲添啊，去到短褲我唔抗拒嘅，其實我聽唔到 sorry。演唱會著短褲啊？可以考慮一下，可以考慮一下，熱褲就要配呢個背心啊、短袖咁樣嗰啲。其實我自己平時出街真係會著短袖噶，係只不過咁而家咁樣係啊。咁樣 mix and match 出嚟好睇啊嘛，好唔好睇啊？咁好透曬咗 OK。即係公司係要求真係。哦。公司就冇要求嘅，但係可能有陣時我哋做嘢嗰陣時都會著得比較厚啲咧，長袖啊，可能驚我哋凍啊，室內啊冷氣啊嘛，咁啊攝親就唔係幾好，可能係咁樣。哦，試試望翻呢度，好唔好意思？好好好，啱啱就知道自己個人 show 大概係下年暑假嗰啲時間咯。咁其實都多比以往多咗時間籌備嘅。咁而家都其實最主要嘅係自己想出一隻專輯啦，因為原來不經不覺寫咗好多歌，即係以前初初出道嘅時候就喺度諗緊，哦，下一隻寫啲咩歌，或者我應該寫啲咩歌。咁但係而家個諗法就變咗係要諗我下一隻出啲咩歌，因為手頭上都有頗多嘅 demo 咁樣。咁但係若然如果可以出一隻創作嘅專輯嘅話，就可以將好多歌一次過擺入去嘅話，咁就好啦咁。係咪新體啊？再每次都公開爭取，多謝大家俾呢個機會我。因為自己寫嘅歌入面，譬如如果是單曲咁樣出嘅時候，有陣時可能要諗，哦，每次單曲一出幾個月就要出一隻大家中意聽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係我自己私心好中意咁樣，可能係比較小品啲或者 side track 少少。咁如果若然可以出到 album 嘅話，就可以一次過擺入去咯。咁我相信會豐富啲咯。如果攞嚟做演唱會嘅歌嘅話。我覺得每一件事在人生當中發生都有它的好處的，那就要往好那邊看咯，即是現在好那邊看就是，哦，真的多了時間，可能明年開 concert 之前我出到兩三隻碟，哦，那就很多歌了，大家可以聽多些歌，那就很豐富了，這樣可能到時的 rundown 會不會不斷轉？是啊，如果到時真的已經有兩三隻碟的話，那每一晚可能都不同歌 list， 那大家都開心了。我都好開心，我想講佢都呃得我頭啦！我完全唔知道，我真係真心公開爭取，跟住點知過幾日佢就話，哎，我其實開 show 啦咁樣，咁但係都好嘅，好戥佢開心嘅。因為佢年頭已經知嘅，係咩？冇啊，咁又嬲佢唔落啊！嬲佢唔落。嬲呢個媽媽唔落。係啊，但係佢又瞞得幾好喎，啲嘢收得幾密，佢年頭已經知㗎啦，原來。我啊，我想我要重新審視一下，唔係講笑啫，講笑啫。即係我諗係，我發覺身邊啲朋友都有一種慣性㗎，就係有啲嘢好想佢實現到嘅時候，就會收埋先，唔同大家講。當真係做咗出嚟啦，成功啦，先話俾大家聽咁樣。我其實都有㗎，我都係屬於默默做，做咗先。咁大家個成品真係出咗嚟嘅時候，大家睇到就會睇到啦，咁樣。好似有陣時會啲嘢未實現咧，就講出嚟咧，會泄咗道氣咁樣。咁而家電影嗰度拍？電影嗰度尾聲啦，未完全拍曬，但係已經我諗都完成咗九成，係啊。咁呢排就拍緊一啲動作嘅場面，咁就係啊，我唔睇都唔知道，原來我啲隊友咁好打嘅。邊個最好打？除咗我之外係咪？係啊係啊。除咗我之外，其實 Tiger 身手係真係幾好。我都有啊，我細個跆拳道噶嘛。但係你
唔係唔係，因為 Tiger 咧，佢好輕盈，佢所有嘢做出嚟咧，好有力之餘，亦都好好輕盈咯。件事睇得我身心舒暢咁樣。估唔到佢咁打得啊！其實都冇啊，大家都有跳舞底子咧，所以出到嚟都好好睇。但我反而就今次電影就少啲動作，因為我係屬於食腦嗰一個嚟嘅，咁就少啲啦動作。希望下次都可以拍動作，因為我睇翻佢哋原來都真係幾有型嘅。即係你冇需要跳個威亞？冇啊，今次冇，今次冇，同埋都少啲打鬥。我希望不需要 show 啦，因為以前細個跆拳道拉筋拉得好辛苦咧，我就拉到怕咗，跟住我之後打波都冇再拉筋，我而家啲筋係硬到我應該踢唔到上個頭度啦只腳，所以就 show 唔到啲咩。嚟緊係咪拍？聽聞係嚟緊會拍一系列嘅節目啦，有啲綜藝，有啲係我哋團嘅綜藝咁樣咯。我哋大家不約而同有第一個問題嘅就係唔需要食蟲咯，今次咁樣。應該不用的，因為公司好像拍了心口說今次不用食蟲。想死咗，你是不是吃？那又沒有。但不用出外的，還是在香港玩的好一點？暫時就沒有收到通知說要出外。是的。但是有些粉絲說一起即報名玩。啊，是啊，是啊。哦，是啊，是啊，是啊，那我覺得挺開心啊，就是我們經常都很想多些機會可以跟到我們的支持者見面，那若然可以一起拍節目玩遊戲，我相信是會更加開心的一件事。有啊，好似我哋初初全民造星完咗之後咧，組咗 Mirror 之後，我哋有啲係會又會煮嘢俾啲 fans 食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啊！即係都一路以嚟都好多謝大家支持咯，希望我哋可以有多啲嘅活動啊，多啲嘅節目同大家即係拉近啲個距離，因為我哋都好想成日見到大家。如果真係俾你揀咧，有冇話即係煮嘢啊，定即係同佢哋做啲乜嘢啊？最想同佢哋做啲咩啊？見唔到佢改變。拉筋拉筋希望可以不知道呢，做一些令他們開心的事我們就開心，是嗎？你在那裡就行了，其實大家喜歡看熱褲，走音添，緊張到我，大家喜歡 看熱褲的嗎？考慮一下吧，考慮一下。他知道他前排不開心的，但是我也沒有過問太多，我純粹很簡單地 send 了一個訊息給他，我就說你都不需要覆我，但是總之知道一定身邊會你何時需要就會在這樣我們，我覺得他成熟的不嬲都，他很多東西都懂自己處理的，我覺得我給他空間咯。我想過嚴重的想過要是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我哋大家都有各自嘅壓力啊，因為可能本身我都係誤打誤撞，好榮幸先可以入到呢一行。可能當初都冇諗過要面對啲乜嘢，或者係承受啲乜嘢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大家有陣時都會，畢竟係都係人啊，有自己嘅情緒啊，有嘢需要抒發出嚟嘅。咁我覺得係適當嘅時候要休息一下，咁樣去同自己溝通一下咁樣。最近冇睇全民造星，因為工作比較忙個 schedule， 但係有陣時會睇到有啲其他朋友仔就話哦，有其他參賽者唱你嘅歌咁樣，咁我係好開心嘅，即係自己喺嗰個節目嗰度出嚟嗰陣時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做一個唱作歌手，寫到自己嘅歌，然後唱出嚟俾大家聽。咁但係幾年之後呢一個節目，有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揀自己的歌嚟喺呢個節目喺呢個舞台上面唱，我覺得是別具意義嘅，所以即係多謝佢哋會揀我的歌嚟唱。因為有啲參賽者，即係你作為一個前輩啦，即會唔會都有評判或者有啲重點功啊，係有貼紙啦，即係佢哋都有多好有問題啊，係有似咩態度係啦，有啲態度問題。評語和忠谷就不敢當了，純粹可能分享一下過來人的經驗，就是我想所有東西真誠對待，以禮相待，大家就會看到你的人的真誠，因為
畢竟全民造星除了是一個才藝節目之外，還是一個真人 show 嘛。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愛上你，除了你的才能之外，都是你的為人。那我覺得如果他日大家即譬如可能參加這個節目都是想成為一個藝人啊，幕前 的朋友啊，咁樣，咁我覺得係有個責任係要俾大家睇，哦，你係 as 一個點樣嘅榜樣啊，即係你嘅修養啊，咁樣各樣，咁所以我覺得所有嘢真誠相待，又用心做好，我覺得就 OK 嘅。唔該，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